来，同学，啊，你看有没有看到蚊子击中了？有。我要讲这一题了。来，就讲这一题就好。例题十四。他说世界上有一个东西叫什么？题目说的，世界上有一个东西叫 f of x。f of x。叫做什么？三 x 平方。三 x 平方加 a x 加 b。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用2带进去的时候，高度是8。它这个意思是 f of 2就是这样子带过去的啊。这个二的时候，就是高度是8。对。它通过哪一个点？二多少法？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它的意思是 x 是2带进去的时候，得到的高度是8。因为你们初学，我再讲慢一点。x 移动到2那个点的时候，对上去的高度是8。是 x 移动到2那一个瞬间的时候，对上去的高度是8。所以它会通过这个点。x 在2的时候，高度是8。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所以2要怎么样？2要带进去。2要带进去算。加二 a 加 b， 有问题吗？有问题。题目又给了什么？题目又给了用-3带进去的时候，高度是48。用-3带进去，题目又讲了。题目又讲了，用-3，用-3带进去的时候，高度是48。他们是等式，他们两个等式。我把它讲完。这个的意思是，当 x 移动到-3那个点的瞬间，当 x 移动到-3那个点的瞬间，对上去的高度是48。听得懂我意思吗？听得懂。当 x 在-3这个点的时候，高度是48。所以48要等于多少？等3-3的二次。加-3，加 b， 两个怎么样？建立。我来解。加十二移过去减十二，加十二移过去减十二，二 a 加 b， 郑同学应该已经受不了。加二七移过去减二七，相减，上减下，上减下，上减下，二十减是二十减。17，我也等于17，17等于零。上减下，上减下，上减下。哦，我还一下。对 ，a 等于多少 ？a 等于1/5，哎，负。对，上减 a 在负。b 呢？在上面这个，上面这个比较大。5×3=15，21.15等于3，哎，3×5就是3×6 ，b 等于6。那就是了 ，a 等于负。A 等于负，它简单就负二得十，负十减十又去加16。A 等于负五 ，B 等于6。好简单。来涂掉。A 等于负五 ，B 等于多少？六。出来了，函数出来了。题目问什么？求 A、B 值。没有。哦，对 ，A、B 值 ，A 等于负五 ，B 等于6。对。第二小题问什么 ？f 等于 f of 负一。f of 负一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在 f of 负一，然后在负一那个点的高度。对。就是。对。看见 x 全部都带什么？都带负一。对。
要解释吗？不用，不会了。所以是多少？三加五加六等于十。有你吗？嗯。要不要讲一题范例？再讲一题。啊。我回家整理房子。你以为会立定吗？当然不会啊。方法很多啦。嗯。那我们看第十八题，太多了。看第十八题。看第十八题。嗯。他说函数是什么？嗯。他说那 x 等于多少 ？x 等于多少不知道。假设等于 k 好。x 等于 k 代入 ，f of k。三分之二 k。他说 x 假设我们是用 k 代进去，函数的高度是多少？四分之一。函数值就叫做高度，要把它背下来。函数值，函数值就叫做高度。嗯。高度，函数值就叫高度。嗯。x 用 k 代进去，方，它的高度是四分之一。方。有问题吗？有问题。有问题吗？可以可以吗？有没有做错？部分。二十分之九，三分之二，三分之二一个就是二分之三，没有做错。嗯。可是是，这个二级。也可以去试试看这个题，对，我来试试看，可以去试试看这个题。我做错了，题目是加还是减？题目是减，减，这里错了。可以接受吗？可以。你来验算看看。嗯。再来再来，等二十分之一。二十一分之一减负二十分之一，减负二十分之负三。这个。说错了。没错。哪里错？没错。唉，自考啊！要是我回去，那要等于三分之二是减五分之一，而且我可以再进去，三分之二可以减五分之一，函数值叫做高度四分之一，三分之二可以等于啊，减五分之一过去加五分之一，刚刚没有错。哦、嗯，太对了，刚刚没有错啊。是。刚刚没有错啊，三一百三九一九二九九分之最减四的一四分之一，哎，对，刚刚很多少？四分之一啊，二十分之四，刚刚是对的，第一次是对，四分之一就对了。第一次就对了，好，下课了。